我已经等了连印太多年了，这点小小的波折，对我来说连考验都算不上。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爱恋恋这件事儿。林林，我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抱歉啊，我心里已经没有给别人的位置了。从小到大，他一直是我心里最特别的存在。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爱，才让我成为今天的周林林。我的整个青春都是他。 肖总怎么来了？玲玲，去找文涛了。你安排的？你是我的 VIP 客户，无论在哪里开会，我都要亲自做。合同规定了，我有权指定设计师。我随时可以解除这份合同。你可以解除合同，也可以更换设计师。 快到下班的时间了，你还不走吗？嗨，嗯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这还早？我累都累死了。怎么样，今天是不是超级幸福？幸福什么呀？都为文涛操碎心了。不是你大喜日子，你提什么文涛啊？ 我去找他呀，我怕他一冲动牵全员。所以你没有去海洋馆。什么海洋馆？不是大嘴老金都。算了，不重要，反正时间也过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没事。嗯，我先工作啊。不行，肯定有事儿，从实招来。那我告诉你，你能假装不知道吗？嗯。他要向你求婚。 啊，真心南方也可以，都失败第二次，第二次。